Round two. 哦，有。我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1H2M。看到题目的时候，我们就想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在1小时20分钟之内写完这首歌。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 One Hero Two Men， 是两个男人做同一个英雄梦。我们想挑战一下自己，然后做一次英雄，我们想试试看。做英雄要做，英雄要做，跟不上我的进度，其实不是你的错。为两个 Batman 和 Batman 是拯救现在的酒醒，酒醒，酒醒，谁在楼顶，楼顶大声喊救命，是 Robin。 你别害怕，这次的难度的不太大，他敢偷偷说坏话，就一定会付出代价。我比较喜欢看一些特摄片或者是动漫那种东西。一个男人嘛，总有这种从小就有这种英雄梦嘛。那我觉得现在英雄嘛，总是在最危机的时候可以出来啊，就感觉任何问题都 OK。 现实创作这种环节，如果真的可以很漂亮的把它完成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英雄了。是说出招别带人吧 Oh yeah， 这一切不是我的错吧 Oh yeah，保护我的 world， 怪什么风？如果是男子，还怕什么仇？加速飞鸟同中旋风，乘风龙卷风。到底做不做英雄？再做就跟上。这是我看得到你们最有层次的一个作品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加第一轮的 PK 赛，第二轮、第三轮，我最喜欢这个。